上回他们自从某某没有人笑得出来。我跟你们现在排队呢，现在关主是最紧张的，他们玩六乱五乱五乱，反正就有像猜拳，一队呢就是有两条命，想办法把对方要猜透对方的心思，你们就过关了，就不用再被猜。我们猜对一个也没有用，就算输。猜对的人那就不用了，那猜错就是处理。好，来第一棒的立冬嘛，立冬对上沙姐，请就位。好，来第一棒准备了，等立冬加油，猜出沙沙的心，等立冬一句话看穿他的心。好，来准备哦，一二三，吹哨的时候就开始动作，一二三。心思会不会被少伟哥给看透呢？准备喽，一、二、三。惩罚，他刚刚停住了，真的太天大。但是你这样子严格来讲，你算跑他再一次啊，你要再下去，有争议，有争议，重来一次哦，重来一次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准备心心想处理。好，来第一组已经结束，什么惩罚？第二组请就位。玛丽对上莎莎，准备好。泳池135135，因为刚好面顶。好，准备好。玛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输了，他被推下去了。矮子矮，一肚子拐。先惩罚啦，看谁赢啦。背对啊，后面呢？他推你，你手在干嘛？手干嘛？被沙姐踹过，这个会红哦。可以用推的，用踹的。最好鼻子捏住哦。他这是失足落水。快点来，鲶鱼就位，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但是刚才鲶鱼这样算过关了哈，那就不用再被丢下去了。好，来第三组请教位。好，文琪继续对上沙姐，沙姐现在还是干的，对，那就一直扑下就好了。准备好，听我口令，一、二、三。架住！吓到我了！
再次你赢了，说再次。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但是因为这个状况，文琪你算输，你要再惩罚一次。来，上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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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好，由沙姐来执行。你在干嘛？小傻，小傻，两个在那边，就把他拉下去，拉来拉去。哎，这一组还有小哈、藏獒跟柯基准备，请就位。现场的器材小心啦、啊、器材小心，等下水泼起来全部都会遭殃，好不好？来准备好，听我口令，一、二、三。请教位，这一组是花花对上莎莎，哎，听我口令，一，是莎莎姐，二，三，这边是大姐姐，不对，我想，我想，像过关的，过关，那算过关，对啊 ，OK 啊 ，OK， 你上天了，甚至不，甚至被玩妆哎，哎，那我们要警告小梁哥，你不能用这种招数，你不能这样慢慢下去。师傅，你来讲评一下这一关卡到底有没有什么 bug？ 这个关卡哦，因为他们也设计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好。你等一下下水，我再看。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！啊，直接过关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子。不行，我今天这样子过关，全台湾观众会。就位，就位，就位。好，来准备，听我口令，一、二、三。来了，向后转。巨星陨落，好娘哦。丰田再度对上沙姐啊，来，尊师重道，好，听我口令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真的跳了，真的跳了，惩罚，来惩罚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惩罚，跳，他就是要他想惩罚你啊，惩罚你啊，让你跳两次啊。哎，给新人几句话啦！刚加入时尚，你很棒，你那一脚不该跳。拉你了，你飞你了，他会拉你哦。听到三冲出去啊！准备好，你要跳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还骂脏话？哎，因为骂脏话，你骂脏话。2000呢，这样子还有没有多增加成本？手关不利，来上来上来，先踢先踢下去。哎，我觉得他应该要
烤乳猪的方式下去吧。哇，你真会进入。好的，来。乳猪，乳猪过来。四个人。然后一边唱这个。起不来了。